逛过家门口的钻机店。看看有没有你妈买叉叉的新作。挑一本回家拆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又来拆砖，拆的是我们这次 Mix 新回归的新专辑。我买的是限量版，就因为限量版它的质量比较的高级一点，它还有盒子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拆专辑，看看这次我可不可以拆到海源姐和经理，因为他说了会不是我拆是吗？我们现在来打开它。首先打开就是一个，比如说立体一点的，像贺卡一样的装饰，真的限量版的，的确要比普通版的质感好很多。本以为小卡们都在下面。而且复刻布它是有两种材质，前面这种是纸质的这种材质，然后后面就像这种杂质是亮面的这种。比较喜欢白色这套服装造型，前面那个说实话真的有点太高饱和了，看得我想看，再放边上。然后 CD 这个限量版的是绿色。胶卡我已经看到了，先看这一张吧。这张是被看签名看，咱就是说这怎么回事？每一次都不对焦，上一次拆砖也是不对焦，尝试对焦失败。这张是啊 ，Q 进，你们能吗？这张我在看。是人家的，像他扫图的时候就觉得这张超级可爱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明信片，这张应该是 Top。 明信片是我们的金鱼，那个 Top 是超级你的金鱼。我妈这回赌对了一次哟。
是这次的拆砖啊，这都是漂亮女人。我们还是按照惯例给我们的小卡套上卡模穿衣服。마주본 우리 또 다른 빛을 나는 것